怎么这么多斧头啦？帮我看一下我那个直播有没有声音？欸，我看到岩浆了。岩浆很久Thank you.
看怎么那么快呀、啊、你我认真在吃东西啊，好香，很难刮牌，刮刺了没有？有吧，有哎、欸、我也有一颗啊那是满的怎么办？你就没有目标了？不会吧，它还有很多食物啊，我想它可能他在，我觉得怎么样也是会有上限吧，不会就是一直吃一直增加。胶
睡觉。哦，11点。同时他妈才挖一点烟，你靠！
就在房子后面，不行，要输给他。哎，傻小啦，这是会飞的只蝙蝠吗？你看，这是狼人。干，我就是遇到类似长这样的人啊。然后他突然这样子，啊，还有一只，你看，就像这样。我今天不是刚在路边吓到吗？就是被吓到。就是 不会浪费。我看你这个木头是啥小，好扯。那我还不先多做一点箱子。哪一个？可是它就是一种而已啊，懂吗？那前期最多就鹅卵石啊，但是你挖空会挖到的。可是我们现在是，我们现在是太多种类了，主要还是需要箱子。盖旁边。
多那个帮你让你可以放木头的。满了，靠杯，再做一个，然后满了，再放一个，塞。应该我可以，应该先拿一些木头烧吧，烧成木炭怎么样？干嘛看着我呢？不对，还有吗？我只被那里灌。赶快冰，再冰一罐。
那你就把自己包起来，比较保险。正常的都不会。帮我点一下。
单独买这一本，我单独买了这一本，就是宠物的那一本。短暂的自动化用好了，看书是不是？Thank you.
会不会跟商人可以换到那个？应该可以跟商人换到那个吧？海草？海草吗？海带，海带。
自己围起来，好笑。Thank you.